来吧，查尔斯，来吧，查尔斯。好了，他要出来了。走吧，你是好样的。来吧，快点。阿玛迪厄斯在外面等着他，这不太妙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他咬了他？他脚上被咬出一道大口子。糟糕！好的，关门，关门。查尔斯，伤口很深，我们得想办法把它放倒，然后给它缝针。一眨眼的功夫，阿玛迪厄斯就再次教训了查尔斯，给他留下了一道严重的咬伤。嘿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的脚怎么样？给我看看。很糟糕，是的，很糟糕。哦，查尔斯，别怕，乖。啊，好了，我准备打针了。你是个好孩子。所有人站在原地，很快就好了。不要太快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的，别紧张，孩子。给我们看看你的脚。没事的，好孩子，放松。